它那个鸽子，鸽子啊，漂亮啊！这些砖雕，这个底下你要抱骨石两个，哦，是吧？这是门当，上面你看这写的这个突出的字，这就是户对。一说过去搞对象，咱得门当户对啊。所以这门当户对呢，其实是代表一种身份。身份，他不但有这个经济地位啊，可能还有一些文化素质啊，是什么样的家庭，在这里就能看出来。哦，等于门当户对就从这儿来的。对，从这儿来的。对，这个门当呢，它要是方形的，它一般是文官啊，是吧？一般要圆形的，跟战鼓一样，那就是武将。